大家好，我是奥地利的小胡，请朋友来家里吃饭，有的时候很辛苦，所以今天我教你们一个很简单的、很省事的美味烤鸡。做今天的菜，你们要一整个鸡，还要黄油、猪油、金柠檬。我做一点 Mediterranean flavor， 所以我用大蒜、rosemary 和 thyme。但是你们也可以用葱、姜、蒜或任何你们喜欢的香料。第一步，切碎香料。烤一点金柠檬皮，最后加猪油、黄油、黑胡椒、盐，搅拌均。现在处理鸡肉，用剪刀把鸡的脊椎骨剪掉，这个骨头可以用来做汤。然后把中间的软骨剪断，把鸡打开蒸饼，把鸡翅折进去，这样小的鸡翅不容易烤糊。这样把鸡整开，可以烤得更均，每个部分的肉都可以鲜嫩多汁。用手指把鸡肉和皮分开，把黄油 mix 塞到皮下面，然后把它抹均。尽量每个部分都塞满，然后抹盐、猪油在皮上面，撒上盐和黑胡椒，抹均。时间放在烤箱，220度烤45分钟。然后试一下，非常香的鸡肉味道，很嫩，很多汁，这么 juicy，有一点这个香料的味道， but not too strong, not too little，
然后这个啤酒非常脆。真的香死了。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很难烤的鸡胸肉的部分，这个方法烤的鸡胸肉也很鲜嫩多汁，不会老。记一下鸡胸肉的部分。哎呀呀，好香好香，也很 juicy。这么简单，这么快做的，这么好吃。谢谢你看我的视频，是你让我想要努力拍更好的视频和说中文。点赞、分享和 please 关注我，你的关注才能让我继续拍摄。Love you guys!